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今天这两比赛的双方应该说都是势在必得。客队最近的状态不错，小组揭幕战也成功拿下了开门红，今天应该是想把这个连胜的势头保持下去的。王霜的机会来了，破坏了对方的射门机会，解除了球门前面临的危机。 这个球的位置啊，已经很深了。我还以为啊，这次可以进球呢，没想到球被对手断了，我也被他们坑了。被门将扑出去了，但危险还没有解除。这次进攻只能无功而返了。 断下来了，好样的！王珊珊，起脚打门，哎，球进了，他们率先发难，取得了比分的领先。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，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。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，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的完美的应对了，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，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，直接射门。 漂亮的扑救，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，没能创造出机会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打不穿防线，射门被挡住了。选择打门，尝试了一脚超远程的重炮啊，稍稍偏了一点儿。 对手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射门空间，尝试一下未尝不可。哎，他们熟练的倒脚真是精彩啊！机会很不错，绝佳的机会错过了，对方的球门球。 张鑫，看看裁判怎么说啊？进攻有力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嗯，把球传到了禁区里，前场抢断了，能利用这次机会吗？门将立功了，裁判还是找到了他，补上一张黄牌。 球传到了禁区里，这个球还是很危险，解围不到位啊！一脚高射炮啊！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，这个位置啊，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。 场上再次发生了球权的转换，双方交换球权，传中先找到了队员。 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，这个铲球完成的不错啊！机会来了，这脚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，门将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这球了。纵观全局，今天他们创造了不少机会，但却苦于无法扩大比分。
漂亮的穿越球，门将证明了自己，防线这次表现不错。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，拿球的是斯文迪斯简，成功的拦截，球回到了他们脚下。边裁举旗越位，看到了队友，也传了过去，但是没注意到队友已经越位了。哎，张鑫，王珊珊，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，可惜这次进攻最终还是被对手拿到了球权，有机会打反击。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成功抢断，还没有犯规，嚯，太棒了！裁判鸣哨示意犯规，不会再吃一张黄牌吧？裁判走向了事发地点，不知道他会做出怎样的判罚。这个犯规球员已经领过一张黄牌了，现在可危险了。这个任意球被他直接拿下，过得很轻松啊。王双禁区内铲球要小心啊，机会来了，他再进一球，今天已经两球入账，对方好像拿他也没什么办法。这样的防守质量，教练肯定不会高兴的。他们不但没有第一时间解除警报，甚至一直让危机留在了自家禁区，直到对方破门得分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防守队员破坏了这球，很精彩的防守啊。他现在这个拿球压力比较大啊，应该考虑考虑找队友配合一下。裁判示意补时1分钟。犯规了，裁判吹停了比赛。尝试在超远距离上打一脚，这脚射门实在是意义不大呀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比赛进入中场休息。下半场比赛又开始了，这45分钟里边估计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对呀，前场队员的就地反抢做得很好，争取到了额外的进攻机会。王双，绝佳的机会，球又进了，完全对手是防不住他们啊，分差已经3个球了。这个单刀进球太精彩了，整条防线就被他一个人冲得7-0-8落，那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-0。有效地阻止了一次禁区边缘的射门，双妹子王双拿球，张瑞华晨抢断做得不错，反击的机会来了。他现在的眼里啊只有球门，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，化解了危机。张睿在己方后场滑铲抢断啊，
没有找准目标啊。提醒大家一下，目前比赛的时间还剩下30分钟，已经到了危险地带了。王珊珊，这球其实可以继续走边路啊，传给了王珊珊，可以起脚了。这脚铲球啊，直接帮球队化解了危机。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，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。精准的挑传落点非常好，保险起见啊，把球交给了门将。裁判判罚了任意球，他们对阵容做出了调整啊。这次拦截非常漂亮，对方的行动啊，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。王双，好机会，漂亮，他成功带帽，而且可以拿到一个比赛用球啊。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，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，哎，就像这个球一样，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，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，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。目前的比分是4-0。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球来到了张睿脚下，这样的打门可难不倒门将。好球，抢到球了，自己带球向前推进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，球被破坏了，他们的反击到此为止啊。哎，说不定能创造出机会，成功接到球，机会来了，虽然这球进了，但还是落后很多，而且时间也不多了。回放来了，再仔细看一下，漂亮的二过一配合，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，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都完美的应对了，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，比分被改写成了4-1。他这是因为对方施加了压力，所以出现了受迫性失误。他一路向前盘带，他这次的选择是内切，可惜呀，看起来很有威胁，没把握住。王双，找准空当，及时突破，球进了，领先优势扩大到了4个球，完美的单骑闯关，扑得精彩，射得漂亮。裁判马上就将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詹森拿球的是斯文迪斯简，断掉了对手的传球，漂亮的穿越球，好球，打门了，太可惜了，就高出横梁那么一点点。
第四官员公布了补时的时间2分钟，传给了王珊珊，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。詹森，比赛结束了，客队反客为主赢得了比赛的